一喝那个清热茶，哎，他就会肚子胀、大便烂、小便清长，他这个就是脾胃虚寒的，他喝玉米就会觉得可能不舒服。即係脾胃虛寒嘅人咧，就要慎用薏米啦。是。但係如果脾胃虛寒，我將啲薏米炒炒佢咧，得唔得咧？哎，刚才那个主持人那个意见很好，薏米炒一炒，它的寒性就会减轻。那你再用这个炒的薏米去这个煲汤，哎，它就健脾的作用、祛湿的作用会好一些。或者可唔可以加啲姜一齊煲咧？加少少姜。对脾胃虚寒的加姜，系啊，更好，它吃了会温和，化湿的作用更强。嗱，仲有一个问题啊。我咧聽人講咧，有啲小朋友即係啱啱出世小朋友咧，佢哋即係啲月嫂啊，佢哋咧好興即係煲一啲嘢俾佢哋飲嘅，有係啊，咁啊，甚至有啲月嫂咧會煲啲薏米水俾啲小朋友沖奶啊。佢哋就叫去濕茶咯。係啦，咁其實咁細個飲唔飲得嘅咧？如果說這個小朋友，你看他小便是黃的，黏分泌物比較多的，那口乾的，舌苔比較厚的，那這個時間給小朋友喝一喝。小朋友会觉得舒服，胃口会好。即初生婴儿都 OK 嘅。初生的就要少少的，要控制一个量，但不能太多。咁要唔要炒热个？炒嗰啲？炒嗰啲最好呢是炒一炒，它可能温和一点，会接受会好一些。嗱，除咗薏米之外咧，仲有一样嘢都有少争议，就系绿豆啦吓。咁啊，有人话咧，好似女士啦，每个月特别嗰几日咧，最好就唔好饮咩？唔好饮咁多，太过寒凉系嘛？系啊，绿豆糖水呢啲，其实绿豆系咪都有少少即系使用上嘅禁忌咧？绿豆咧，它实际上在这五种的解暑的那个食品中间咧，它有特点的，它有解毒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有些药造的药之后。用绿豆可以解毒的，或者一些吃了燥的食品用绿豆它可以解毒的，但是绿豆呢它是属于偏寒的偏凉的，那同样是我们体质如果是虚寒的这部分人群，他一吃了可能觉得口淡啊头晕啊等等，他这些脾胃虚弱的功能就出来了，那我们建议就脾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在暑湿季节绿豆也要适当的控制。西瓜、翠衣、木棉花、绿豆、鸡蛋花、薏苡仁都可以有效地帮助去除我们的体内湿气，但是体质虚寒的人就要慎用薏苡仁和绿豆，最好少食绿豆，食用薏苡仁最好稍微炒下。跟住落嚟，我们再来看看以下哪些饮食方式不利于预防夏季暑湿呢？ A 快速进餐， B 过量进餐， C 夜间加餐， D 集中进餐。A、B、C， 我覺得咧都係不利嘅，快速又唔好嘅，過量又唔好。唔係，其實我想問翻咧，我覺得 C 係要睇情形嘅喎。所謂夜間加餐或者宵夜，其實我覺得睇你食乜嘢，點樣食，食幾多，你食完之後幾時瞓都唔好。好啦，你只不過個危害大小嘅啫。幾位嘉賓實際上討論過咧，答案還是正確的。四個答案實際上對脾胃的功能是有障礙的，比如快速進餐。你没经过这个牙齿的咀嚼，没有通过唾液的这个充分消化，也不仅仅通过胃来消化，这个是比较难的。要细嚼慢咽，什么叫细嚼慢咽？一口食物要咀嚼30次左右，才能把这个食物充分的，每一啖都有30次啊！一口食物。刚才嘉宾也说了，那个集中进餐呢，就是说，哎呀，我早上忙，我不吃早餐，中午我有会议，没有时间吃，那集中到一个时间段吃，那就是说，没有三餐，我集中到一餐吃，吃的量比较多，这个集中进餐，集中进餐呢，也是对脾胃的功能呢，它是有影响的，也是有伤害的。那对夏季的暑湿这个预防呢也是不太有利的。嗱，啱啱留意到你啦，就係全部都係因为呢啲进餐嘅方式唔啱啦，对脾胃係加重负担。咁我有样嘢唔明啦，你脾胃加重负担同你暑湿其实有咩关系咧之间？实际上中医讲呢，好比暑湿是属于外来的湿气，外来的相对湿度比较高。那中医讲一个外湿一个内湿。那我们觉得内湿呢，就是脾主运化，是运化水湿的。就水湿的分布是由脾来主的，比如说我们有的人觉得口干，它并不是说体内没水，它是脾的水不能通过升清升到我们这个口腔里面，它觉得口干，所以我们吃了东西之后，它脾胃的功能就会超过它的负荷，它就会障碍，障碍之后呢，它这个运化水湿功能就会障碍，产生一个内湿，内湿呢也会觉得肚子胀啊、胸闷啊、这个消化不良的症状，它就会出来了。
其實咧，不過中醫生一到夏天啦，講真的，你話即係黐入立啊，個人咁興，你要我食多啲嘢，可能都唔願意。胃口冇咁好。胃口冇咁好，但係有一樣嘢啊，真係好難戒得甩，就係飲凍嘢啦。因為天口興，特別運動員咧，好多時候咧，即係由於心口嗰種爽快係嘛，即係心同埋口啊，唔係真係心口嚇。咁啊，飲起啲凍嘢咧，的確好爽嘅。嗱，究竟咧，張教授嚇，如果係夏天啦嚇，咁啊，如果係飲凍嘢，其實好唔好嘅咧？除了通過飲食嚟消除我哋嘅體內損失，張教授仲有啲咩中醫經驗可以傳授俾我哋呢？佢係點樣用茶舍觀台法嚟辨別陰虛、陽虛同埋氣虛嘅人群呢？下一節翻嚟，張教授即刻話你知，夏季最適合自己嘅養生方法。健康知識每週學，人人都唔想錯過。中醫教你點養生，西醫教你點錫身，身心健康好緊要。中西醫專家齊上陣，傳授養生保健知識，探討健康長壽之道。想第一時間了解最專業、最權威嘅健康資訊，想學更加實用嘅養生保健知識，記得要黐實廣州廣播電視台綜合頻道逢星期六下晝17:10播出嘅健康100分。而且物质梳一梳，柔顺到底。漂柔一梳柔顺到底。呢个是裸妆，唔系，是更好的护肤，含高浓度护肤精华，新上市欧丽丝丝霜，一抹水润裸妆，八周挑战无瑕裸肌，呢个先至系真漂亮。我爱欧丽丝丝，欧丽。近季悬浮灵感占据潮流，沙宣顺柔提升肌底发动，蕴含轻盈可塑配方，轻盈发丝更具塑形潜力。悬浮塑造无限可能。张明，他没来。孩子因健康问题错过上课，可能是十大细菌导致的。全新舒肤佳，升级十全保护，洗去99%十大细菌，孩子健康，成绩出众。全新舒肤佳。风湿骨病、筋骨疼痛、肾虚腰酸、脾胃虚寒，红茅药酒每日两啖，药酒治病，选红茅。红茅药酒，百年红茅，中华老字号。新贝朗洗衣液连干和7天的丸子都能洗净。没错，它的创新性 Answer Max 配方，先分解再溶出7天丸子，胡子没了，颜色也没掉，由不得我不信。碧朗亮洁如新。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请服向氮清。向氮清具有润肠通便、美容同埋去除黄褐斑嘅功能。草本清肠，向氮清，经常便秘，请服向氮清。如果系夏天啦吓，咁啊，如果系饮冻嘢，其实好唔好嘅咧？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说呢，是不主张的。喝冰冻的东西对脾胃的伤害是很大的。有的做个实验，把脚的大拇指放到0度的水里面放个3分钟，鼻涕里面的 IgA 滴度就会直线下降，就是对免疫功能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那我们大家想一想，一杯冰水喝下去，接触的食道、胃，它这个面积很大，对人体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很大的。好啦，我哋啱啱讲咗咁多咧，即系点样样去通过饮食啊、饮食嘅方式嘅调节啦，去去除夏季嘅暑湿。但系讲到去湿啦，其实都系要睇体质嘅。系啊，唔同嘅体质咧有唔同嘅对应方法嘅。下面马上睇睇点样样去根据唔同嘅体质嚟去暑湿啦。把舌头伸出来一下，看看舌头。大家看一看，它这个是舌淡胖有齿痕，那这种属于气虚。气虚的体质，气虚体质呢，它是容易自汗的，一走走路就出汗，容易疲劳的，喝一点凉的东西容易肚子胀啊，容易这个大便烂，容易困倦的这种体质。咁应该点样样？有啲咩方法可以去到暑湿呢？它这个就是吃东西呢不能太凉，最好是加点姜啊，炒菜啊加点姜，那温和一点，它会去暑湿。平时可以用点扁豆啊，这个比较温和的，它也可以去湿的，即係最緊要係温和型去濕係嘛？對，温和一點。好，到第二位阿姨係睇一睇。這個阿姨呢，再看她的齒痕就更明顯了。
齿痕明显呢，并且中间有点点裂纹。裂纹。它有气虚，又加的有点阴虚的一些表现。阴虚系嘛？阴虚系会有啲咩症状？阴虚呢，它又就是不耐热的，它怕热啊。它但是它又气虚，气虚又耐热，所以它对这个属实呢影响对它呢相对是比较平和的。但是它呢也是不能喝凉的东西，吃燥的东西它容易上火，所以它这个就是就是睡眠呢它还不一定太好。瞓得唔好，其实有咩办法可以帮下佢咧？实际上可以用点百合呀、天麻呀，对你一个体质它就会有帮助。它这个大家看一看啊，它舌根部的逆苔是比较明显的，舌的根部啊，看舌尖好像是没有多少逆苔，舌根部的逆苔呢，说明它这个肠道，肠道呢是有积食的，有湿热的。那我们这种呢，就是要控制个饮食，就不能吃得太饱。晚上六七成饱，肥腻的东西、甜的东西少吃，冰冻的东西不要吃，再可能适当运动一下，把那个湿气就会去一去。这属于湿热型的，你话以它这个湿呢，就是在肠道，在肠道，在下焦湿热比较明显。哦，我想问一下，即系我好容易即系会口腔溃疡，点解会咁呢？口腔溃疡表现在是口腔。它实际上就肠道的湿浊下不去，湿浊上泛到口腔，它就有口腔溃疡。如果你把饮食控制好，湿浊一去，你看你舌苔的根部的舌苔一去，口腔溃疡肯定就会好。哦，即可能好多时候我哋以为口腔溃疡咧系啊口腔嘅问题，实情系里边嘅问题。系啊，实情系可能系啲肠啊胃嘅问题，系嘛？对，好。这个是舌尖红的，是有裂纹的，那这种就是属于一个阴虚的。这么一个体质，阴虚，阴虚体质呢，就心烦易怒啊，口干舌燥啊，睡眠也会有点失眠障碍。我瞓觉咧，教授，我瞓觉咧就唔瞓得好，但系我一瞓醒觉咧，即系个口咧就好干嘅，或者我要起身要饮啲滚水，咁我先再去瞓觉。他这种呢就是阴虚，他也属于一个虚火，虚火他也会往上，上炎的时间他会觉得口干。舌燥，但他每次喝水呢，可能喝的并不多，他这喝一点点水，觉得舒服了，那过一段时间他又觉得口干了，属于阴虚虚火的，对他这个影响，那就是燥热的东西要少吃，吃了一些比较温和的呀，有时可以吃点蜂蜜呀，或者百合呀，滋滋滋滋阴啊，他这个口干也会好一点。煎炸热毒啊，嗰啲咯，少食啲咯，系。石斛啊，百合呀，这些都是适合的。我哋睇到啦，唔同嘅體質咧，對付呢個夏季嘅暑濕咧，係有唔同嘅竅嘅喎嚇。嗱，講到體質咧，有一樣嘢真係好想趁呢個機會問一問張教授啦。嗱，因為我嘅人咧就係唔怕凍嘅，但係咧就好怕熱嚇。咁啊，啲人咧見到我咧就話：，你肯定係陰虛啊！其實所謂嘅咩陰虛陽虛係或者係熱底係嘛？係啊，咩回事咧？或者係熱底寒底係咪同一個概念嚟嘅咧？按照您的那個咧，可能要麼是陰虛的，要麼是一個平和體質的。要么就是个阳热体质的，这些类型，他都是不怕凉的。哦，点解阴虚嘅人反而会唔怕冻嘅咧？阴虚，它是阴阳失衡的，阴虚呢，它有内热在里面，它觉得有虚火，所以它觉得是能够耐寒不耐热的。相反，阳虚的人，他是耐热啊，像我就是偏气虚的，那我就可能是怕冷，那我就会参加这些活动，我穿衣服，我是。耐热但是不耐寒的。其实换个概念来讲，是不是你可以根据自己平时对冷热的这个感知呢，大概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的，大概判断比如说如果我是真的阴虚，即是相当于我是阳气盛了一些，其实我就要即是平和回去吃一些东西，是不是？不要吃那么多那些那么刺激的东西。怕热的，那这种呢你就可能狗肉羊肉这些比较燥热的食品少吃，相反可以吃兔肉，它是偏凉一点的，鸭肉是偏凉的，那吃相偏凉一点的肉，对那个体质它是有一个调整作用的。系啦，睇嚟平时知多啲一啲中医嘅小常识啦，可以调整翻自己个身体状况啦。咁其实除咗饮食之外咧，我都好想知道平时有啲咩生活习惯啦，都可以去一去夏季暑湿嘅咧。刚才都已经提到了，饮食控制得好，可以去暑湿。那运动也是去暑湿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我们中医呢，还讲究这个顺应那个四季，不是夏天呢？我们应该是晚睡
早起。晚睡啊？要晚睡，早起。为什么呢？第一几天我。夏天这个是，对对，它是阳气是生发旺盛的，要顺应这个阳气的生发这个时间段，不要做还很热的时间你就躺下去睡了，应该是晚睡也不能太晚，11点钟左右要早起。为什么要早起呢？哎，早上阳气已经起来了，那你机体的阳气也会生发，那这个时间你一醒，或者6点钟、7点钟醒了，那你就要起来就开始活动一下，那这个一活动顺应阳气，气它也可以推动也可以祛湿的，那这个也是防暑湿的一个好的方法。我听人讲咧，其实仲有一个方法噶，就系、是夏天都可以浸一浸脚啊，唔好以为泡脚系泡脚泡脚，唔好以为咧冬天先至系泡脚，夏天泡一泡脚其实都可以去湿，有冇乜道理嘅咧？夏天咧，它实际上泡脚咧，它是我们的中医讲的四末，它的循环是比较弱一点的。那你通过泡脚，它整个热气一上腾，整个脏腑的功能会旺盛，脾胃的功能好，它祛湿的功能自然就会增强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心情的舒畅很重要的。那个几时都有啦，几时都有这个。对，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呢考虑问题很多啊，学生要考试，公务员也要考试，中医讲湿则气结，气结在那里水湿就不运行了。所以那个保持一个情绪的舒畅也是去暑湿的一个好的方法。最紧要开心啊！睇我哋健康百分咪几开心系嘛？又开心又可以学到嘢。好啦，跟住落嚟，马上进入我哋嘅健康达人睇问题。司徒嘅妈妈夏天油腻食物食得太多，成日腹胀、恶气反酸、烦躁不安。因为天热，饮咗冰水之后，成日腹泻。仔仔，哎呀，好肚痛啊！仔仔，好肚痛啊！饮完冰水仲肚痛添，你快啲去攞药咯。哎呀，亂咁食嘢嘅，我而家咧買咗隻熱夢停俾你啦。熱夢停得唔得噶？我未聽過嘅。得噶啦，你試下啦，你等等啊，我而家落去買啊。司徒見狀建議買熱夢停止瀉，請問司徒嘅建議正唔正確咧？其實如果係稍微一開始有少少屙嗰時，其實唔一定係因為譬如話受到咩感染啊嗰種嘅痢疾嘅話，我覺得係唔需要話去止瀉嘅。呢樣嘢我哋首先搞清就係一樣嘢，係咪病毒性先？即係首先唔好食物中毒，病因要搞清，唔好食物中毒。如果食物中毒，馬上要止添，因為佢馬上去醫院添嘛。係啦，如果係好似佢講啊嗰個咩司徒媽係嘛，因為佢飲咗啲凍嘢，食咗凍嘢咁樣屙咧。佢脾胃一定有問題，受刺激。咁有時咁借一借以射一射咧，如果唔係太過分，我個人嚟講，我由佢射嘅喎。由佢射。但係超咗某一次，譬如一天時間仲係咁咧，咁就要用藥啦。係啊，睇嚟咧都係要紅嘢，意思就話睇翻佢嘅原因。嗱，我哋睇翻短片裡面啦，這個媽媽就係因為油膩嘅嘢食得多啦，跟住又飲咗凍嘢，會唔會佢嘅肚屙都係同佢呢啲飲食嘅習慣原因有關？有關係的。首先是這個阿姨吃得太多。有湿刺在里面，他觉得又热，那一喝了一点冰水，肠道功能就失调了，就拉肚子了。刚才熊爷嘉宾他们都意见很正确的，第一个用益门停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它里面有湿刺，拉出来就舒服了。那我们就会看，如果他舌苔是厚的，那就要给他拉，拉出来就舒服了。如果舌苔已經飽了，拉得差不多了，那我們這個拉到虛了，係嘛？即係馬上伸條脷出嚟睇下，係嘛？因為臨床上我們會見到很多，他一拉肚子，醫生跟他開止瀉的藥，瀉是止住了，肚子胀，口臭，很煩躁，那這個事情是濕着在裡面，更加不舒服。剛才鍾教授也說了，應該讓他先。把屎都拉出嚟，咁啊嗱，啱啱啦，除咗你啱啱呢位阿姨出現嘅情況啦，如果平時我哋出現一啲消化不良嘅狀況咧，應該點樣樣去處理咧？夏季胃口唔好，容易出現消化系統嘅毛病。唔同體質嘅人喺夏季可能出現較大嘅情緒變化。跟住落嚟，張教授要同我哋分享幾種唔同嘅夏季養生方法，以及助消化嘅穴位按摩法。仲有一種好特別嘅夏季養生操教大家，唔好行開，下節翻嚟精彩繼續。健康知識每週學，人人都唔想錯過。中醫教你點養生，西醫教你點錫身，身心健康好緊要。中西醫專家齊上陣，傳授養生保健知識，探討健康長壽之道。
想第一时间了解最专业、最权威的健康资讯，想学更加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记得要黐实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逢星期六下午17:10播出的《健康一百分》。落河，你会唔会救我啊？梗系会啦！要嚟就嚟真嘅，真茶加真柠檬，维他柠檬茶，要嚟就嚟真嘅。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呢啲都系便秘嘅症状。经常便秘，请服香丹清，有咗香丹清咧，排便量多咗，仲唔嘥力添。香丹清方便简单，经常便秘请服香丹清，有咗香丹清每日排便好准时，而且仲好舒服，个肚腩又软又平，块面都睇唔到黄褐斑啦。香丹清通便又清肠，常用肠健康。香丹清系由芦荟叶、银杏果、黄芪三种草本植物萃取而成，香丹清具有润肠通便、美容同埋去除黄褐斑嘅功能，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请服香丹清。草本清肠，香丹清，经常便秘，请服香丹清。换清妆，换清造型，我要肌肤一起换清，白里透红，玉兰油百里透红乳液，肌肤的玫瑰牛奶饮，一下都喝进去，如此清透，百里透红好清爽，百里透红系列 ，Olay。风湿骨病、筋骨疼痛、肾虚腰酸、脾胃虚寒，红茂药酒每日两啖，药酒治病，选红茂。红茂药酒。百年红茂，中华老字号。今天带你们玩个游戏，先闻闻这是什么。这是薰衣草吗？那这个呢？这个也是薰衣草吗？不过我更喜欢这个味道。啊，衣服，因为是用太子洁净熏香洗衣液洗过的，味道挺好闻的，能洗干净吗？试一个吧。哇，新鲜啊！更多芳香等你来试。宝洁，大便干结，时间长，踎到头晕冇力，排便量少，费力，焗出心脑疾病，呢啲都系老便秘嘅症状。老便秘系你嘅肠道病咗，要用药嚟医。同济便奶通茶，治疗老便秘专用茶。老便秘系病，净系通唔医唔得噶。便奶通茶，医好嘅系肠道，解决嘅系便秘，再都唔使担心佢马桶意外啦。呢个便奶通茶就系我哋老人医便秘嘅专用茶，一饮肠就喐，朝早饮，晏就通，准时量多，仲唔嘥力。多年嘅老便秘啊，医好咗啦，做乜都有力。老便秘药解决，应准同济便奶通茶。热烈祝贺同济医药喺新三板隆重上市。厂家特别推出便奶通茶优惠装，原价178.8，现价145元，优惠装更实惠，而家买仲有蜂蜜送。我哋出现一啲消化不良嘅状况咧，应该点样样去处理？遇到消化不良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几种方法，比如说荷叶，荷叶是化湿的，它微微有点芳香，可以清的。那这种时间，我们可以用荷叶来煲水，最好是胃口不好的，可以加点独角金啊，加点麦芽，哎，他吃了之后会觉得这个消化不良的症状会减轻。另外一种呢，哎，他舌苔还是厚的，有湿着在里面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用点藿香啊、佩兰啊，这些加点生姜啊，这个给它煲点水，把这个湿着给它化一化，它这个时间也会好。当然有些小朋友呢，你跟他说用一点那个锅巴呀，就是锅里面的那个煮饭的，我们叫做
唔係凡照照，馬路鑊撈啊！你個名字係用那個飯椒給他給他吃一吃，或者用飯椒煮點水，哎喝一喝，他屁股真係有效啦！呢個飯椒會發燒。張教授說這個方法，我們小時候試過，一個老人家方嚟嘅，老方嚟，土方嚟嘅。其實咩道理咧？佢係嗰啲飯係咪即係燶咗？這個飯咧，你焦了之後，焦了之後咧，它就是有土的那個成分在裡面。土呢是属于脾的，脾是健运化湿的这个作用的。嗱，啱啱你講咗一啲啦，即係傳統嘅方法又有啦嚇，咁啊張教授講嘅一啲即係藥方又有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想知道其實嗱，好似如果我哋出現啲咩症狀啊，佢就頭暈啦，馬上咁啊撳你穴位，咁其實如果係按摩可唔可以止瀉咧嚇？咁啊馬上請出嚟張教授同我哋示範下。按摩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啊有時候我沒有藥，那按摩首先手伸出來。手心放到膝盖，那个食指，这个中指慢慢下垂，垂到这个胫骨的这个外侧，这个地方就是足三里了，要用力，有时候你用要用力，这样垂也可以，按的力不够的，有时候垂一垂，是啊，我觉得女仔用长有点酸的呀、麻的、胀的感觉，它效果就好。另外，它以后拉肚子，肚子胀的，那里三横指，这个足三里在这里，你再下来，这个三横指下来，相当于。这个地方就是上巨虚，它是肠道的，肚子胀啊，肚子痛或者腹泻，那你按这个上巨虚，它就有调节作用。嗱，當然啦，如果症狀唔係話好明顯啦，其實都係可以通過按摩嘅。但係如果真係射到唔清唔楚，都係要睇醫生。係，冇錯。係啊，咁啊，繼續落嚟，我哋健康大人睇問題啊。司徒嘅媽媽夏季容易煩躁，喐啲咧就會發脾氣。煩死人啦！嘈住曬，嘈住曬。司徒开始不多留意妈妈的情绪变化，但后来越来越发现不对路，于是买了妈妈喜欢的康乃馨来哄她开心，还买玫瑰花冲茶给她喝。妈妈，我刚才在市场买了一支最靓的玫瑰花茶，消暑降火。我这排见你呢又不太开心，是吧？无所谓，这支靓茶你试一试。请问司徒的做法可不可以缓解妈妈的烦躁呢？起码心情会好啦，咁啊，搏沓钱出嚟，可能即刻好翻晒。唔系，佢心情唔好最紧要睇佢系咪内里边定外边嘅原因。嗯，如果里边真系烦躁嘅，你俾咩佢都唔得，一定要对症落药。如果是外面的原因，心病才行，外面的原因影響他的，那心病還需心藥，很有心得啊，洪爺。我們剛剛聽到幾位嘉賓就說其實都要對症，對症知道什麼原因。我們看到司徒媽她有一樣的關鍵詞，就是夏天特別心火盛的，其實這件事是不是夏天一個特有的一個，是不是就是我們今天說的生理原因呢？暑濕。剛才嘉賓意見是這樣很正確的，他这个呢是到了这个年龄，就是女同志，她可能内分泌有变化，可能这个时间就会有点点阴虚燥热在里边的。她平时冲天好，到了夏天她还是与这个暑湿有关系的，暑湿她把心火引上来，她就会觉得更加烦躁，更加的这个情绪比较难控制，所以她的小孩跟她买这个花送给她，她觉得是一种关心，她心情也会平和，可能不一定立马降到很平静，但是对他还是有一个作用的。其实就讲到一个精神调养方面啦，其实有啲咩方法呢？除咗话送花啊、饮花茶，实际上呢还有一个很多的调理方法。第一个中医讲是恬淡虚无，他只要自己心情平静下来，他就觉得会好。但是有时间呢，他自己可能控制不住，那就要想想办法，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温度。二十多度、二十三四度，他心境就比较平和，他可能就不太容易烦躁。第二个，比如说他看电视，看电视呢就看那些比较温和的、愉快的、欢乐的，他心情也就愉快，他也就不会烦躁。另外呢，就是饮食方面也有些可以帮到他的，比如说莲子心，莲藕，它都是有清心的，对他的这个虚火都是有帮助的。那有些苦瓜。它也会是清心火比较好的，吃苦瓜，心境也会觉得比较平和一些的。嗯，
又或者係沖翻杯菊花茶啦，去一去心火都 OK 喎。咁如果玫瑰花茶真係有冇用咧？頭先啊，司徒師奶有喎，凌晨。要是菊花茶跟玫瑰花都可以的。嗯。菊花呢，它是对头面部啊，觉得头比较热、比较烦躁啊，菊花茶就喝了舒服。哎，刚才钟教授说了，哎，玫瑰花也有作用的啊，觉得我这胸胁比较胀闷。比較鬱悶啊，玫瑰花啊起的這個作用比較好。不過講到呢度咧，頭先啊張教授會提到咧話食一啲蓮子心啊。我頭先就咁其實有人就話咧喺夏天好熱嘅時候，係咪應該多食一啲苦嘅同埋酸嘅嘢，就容易消暑啊，同埋可以解毒啊？有冇咁一説咧？苦的是入心的，啊，心屬水火的，如果苦的入到心，它就會清熱。就会消暑的，酸的是入肝的，是收敛的，也比较好。比如说夏天你暑热，你一出汗多了，那这个时间你一定要喝点酸的东西，酸的是收敛的，它可以止汗的，哎，所以这个时间也是可以交替的。嗯，哎，比如说你觉得热，那你就吃点苦的。嗯，哎，你觉得出汗多了，那你吃点酸的，那这个是有道理的，哎。咁莲子心会唔会凉过头啊？莲子心是凉的，是对体质虚寒的。那一定要控制量或者尽量少用，冇天天食嚇。對對對。嗯，係啊，嗱，一個關鍵詞就係夏天多食苦和酸啦，有利於夏季去濕嚇。好啦，跟住嚟，我哋張教授亦都係最尾咧，為我哋節目帶嚟咗一套養生操喎，大家一齊嚟學下。針對夏天的暑濕呢，我們就要針對一個是健脾胃的，一個是養心的這樣一個操。实际上讲到，首先我们讲八段锦里面两个动作，首先平行站立，微微蹬下来，哎，你要健脾胃就是升上来，这个是单举，哎，再慢慢下来，慢慢下蹬，再慢慢上来，这个是单举，这个是健脾胃的，调理脾胃需单举的健脾胃的哈，这个动作结束之后，哎，但是有心火的怎么办啊？摇头摆尾去心火，那我们就这里慢慢手抬上来，再慢慢过来，这个脚步慢慢大一点，手撑开，之前这边过来，这里向前向后，慢慢再微微下来一点，这是摇头摆尾，向左边向前向右向后，好，再慢慢下来，这是摇头摆尾去心火，是八段锦里面的两个动作，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现在呢，我们要介绍一下马王堆健身操里面健脾和胃和去养心去心火的四个动作。第一个是这个呢，慢慢过来，这是胃经的，足阳明胃经的这个动作，慢慢下来。好，慢慢的手不动，腰动，带动这个叫做浮玉。浮玉是对足阳明胃经，是养胃是比较有这个调理作用的。下来，慢慢的转过来，这是浮玉。下一个动作呢是对。太阴脾经的啊，两个腿得慢慢分开，叫龙蹬哈，从这个腹前慢慢提起来，再慢慢下蹲，这是龙蹬的一个动作，龙蹬像捧莲花一样的，慢慢上来，高举，分开，好，再脚微微抬起来，外撑，这是龙蹬是对脾胃好。它祛湿的能力就强了，这是上举上撑分开，脚抬起来，这个外撑，这是健脾比较好的一个动作。在这个两个腿分开，下面一个动作是对养心的，是心经的这么一个动作，先收前摆。慢慢回来，稍稍后仰，慢慢的前摆，慢慢下来，然后到这个地方了，这个腰椎从骶椎到腰椎这里，这样慢慢再前送，
这是对心经是有养护作用的这个动作，哎，夏天要养心，再慢慢好，到这里，那这个从骶椎到腰椎这里，它就会有一个洞，再慢慢往前面这样一摆动，这个动作是对心经，有调节作用的。那如果有心火的怎么办啊？咽飞的这个动作是厥阴心包经的，去心火的。好，这个脚并拢，手伸开，好，上势，慢慢下蹲。下蹲，好，眼睛从上面慢慢往下面看，慢慢看到这个手，这是咽飞的一个动作，厥阴心包经，可以去心火。好，慢慢下蹲，好，转头下势，再慢慢回来，那就是毛安队的一个养脾胃的，一个养心的，一个去心火的动作，那都是对我们去暑是有帮助的。啱啱嘅马王堆养生操啦，如果大家冇睇清楚嘅话，唔紧要吓，可以上翻我哋嘅广视网咧嚟点击重温嘅。咁都系讲句啦，中医去暑湿，千祈唔系心急啊，要慢慢嚟啊。系啦，暑湿咧喺我哋中医之中咧系一种博大精深嘅解释嚟嘅，就系吓。咁我哋咧最紧要认清自己嘅身体嘅性质，咁同时咧有合理嘅材料，我哋咧就会好好地保健啦。冇错啦，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缤纷。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Bye。出街腳痕，探親唔敢除鞋，有咗香港腳點算？